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早顿国小成立的音乐班进入第十五年，也培育出真多优秀的人才。对基础的唱歌训练来加强囡仔音乐美感，也借此会当找到家己喜欢的乐器来练习，并且在生活当中来感受到音乐的趣味，会当讲是提供真好的学习环境。校方也欢迎有兴趣的学生会当做过来加入音乐班的行列。不管讲是配合着舞台顶《白雪公主》戏剧演出，学生来进行着伴奏，还是三个人的合奏者等等，拢来融入音乐的趣味当中。大约45位的囡仔合力来完成着基本的演出。草屯国小原来为了成立音乐班的小学，十五年来，何解音乐的囡仔，都讲接受着正统的训练，嘛重视课业的学习，提供着正好成长的空间。在音乐班里面的合唱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所有的乐器都需要有良好的乐句，那这个乐句是需要跟呼吸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唱歌，利用唱歌的训练可以让呼吸更美好。在音乐人才培育上一个最早的一个摇篮。那所以我们非常期望任何一个对孩子音乐有兴趣的，也愿意来栽培孩子在音乐上面能够有更多发展，或是在兴趣的开展上面的家长能够把孩子送来这边，我相信在这边的孩子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。那一条活泼生活化的方式教导囡仔来学音乐，并且加强打好着社会基础，在演奏的时阵创作较属于家己音乐的风格，很快乐。然后会有那个交流活动，就是可以跟一些别的国校的、别的小学的同学交流。音乐很有趣，然后弹钢琴的人很漂亮，这样子，所以就知道草小音乐班就会想要来学这样子，所以妈妈就帮我找过来了。对，你觉得自己学的怎么样？学的应该还算不错，应该是可以表演，还有比赛，很好玩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比完赛，如果是个人赛会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团体的话就觉得很好玩。草屯国小音乐班多处参赛得奖，包括在全国音乐比赛当中得到乡土官谣合唱优等，搁把在文化局参与演出。今年音乐戏剧获得着教育部推荐，作为着艺术人文领域课程，一个教学示范的公演。好，麻烦您对音乐有兴趣，一年至五年的学生会在报名参加考试，加入到音乐班的行列，快乐学习。记者吴雨欣采访报道。